够，你有太多的理由。勇敢向前走，你有很多的借口。潇洒跳个舞，今天你是主角。我们手牵手，阳光伴随你我左右。啦啦啦啦。文文小朋友，我问问你啊，我小的时候啊非常喜欢过年哦。我也是，我最喜欢过年了。那你为什么喜欢过年呢？过年的时候全家人都放假了，有好吃的好玩的，还能去逛庙会呢。哇，说到这个庙会啊，红果果也特别喜欢逛庙会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一种灯笼，这个灯笼呢非常的漂亮，还能转呢，它的名字叫做走马灯。我最喜欢打气球了，爸爸每次都会给我赢一个最大的玩具呢。哇，太棒了。每过一年呢，我们就会长大一岁，就让这些美好的回忆陪伴我们共同长大。
国富，少年努力，则国努力，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嗯，背得非常的清楚啊。武当巍巍，汉水绵绵，在旁边有这么可爱的小朋友用铿锵有力的声音说出少年中国说的时候，我觉得浑身我的血脉都在喷张。每次啊，一听到武当两个字，一讲出少年这个词，我心中都会觉得热血沸腾，都会觉得好像有使不完的力气。今天呢，马上就有一群生活在武当山下的少年，他们要用自己的双手，要用自己的身段来向大家展示咱们本地的武当少年的身姿。话起源于匈牙利，在我们的眼中呢，觉得这是一门非常高深的艺术。一粒粒小小的沙子可以讲述出完整的故事，甚至描绘出美丽的世界。而今天给大家表演沙画的是咱们本地的小朋友，我们一起来看看小朋友会用自己的双手和神奇的沙子讲述出怎样的故事。
首歌很多小朋友都会唱，名字叫《彩虹的约定》。在我们主持节目的时候，很多小朋友都把这个作为自己的才艺奉献给大家。那今天呢，我们也要唱这首歌，只不过歌手比较特殊，是谁呢？菊萍姐姐、红果果，还有可爱的张妙想。